好，受累了哈、啊，谢谢这位大哥啊，嗯，啊，多冷啊！哎呀，刚才是高峰老师跟杨鹤通，这个高峰是我的师弟，杨鹤通是我的徒弟，应该都知道啊。高峰跟栾云平是一块说相声的，栾云平这两天录像，天津卫视《青春手艺人》。杨鹤通呢是昨天录啊，所以今天有时间他们俩一块儿说相声，就这样。有的时候这一对那个忙，这就没办法了啊。平时都知道我跟于老师在一块儿说相声，于谦，于老师最近也没来，所以就剩我一人在这跟您聊会儿。于老师家里有大喜事儿啊，我要批评你们啊，我说什么了你们就乐。于老师不是有一个动物园吗？天津地华宠物乐园都知道哈，嗯，什么动物都养，以马为主，但是其他的他也养，他喜欢小动物。最近有喜事，他家里那猪啊生猪了。你看这玩意儿，我给他发微信，我恭喜又见一辈人啊。啊，他给我发照片，好家伙，高兴。生了好几个猪，这玩意儿它跟别的动物不一样啊，一生七八个，好家伙，大照片。于老师得当件搂着这一堆大大小小的，于老师那照片叠有字呢，左起第四个是于谦。啊，人各有志，你看这个玩意儿，你让我跟那儿就这头忙活啊，喂水弄食我受不了，他喜欢挺好，人就是得有个爱好，人就怕没爱好。酒色财气无论哪样，列位您记住了，这个人必须得沾一样，当然只要不别到犯罪的程度就行啊。他就是爱好，说来这一主也不喝酒也不玩牌也不跳舞，什么爱好都没有，您要跟他交朋友您慎重。为什么呢？这个人没有任何爱好他就憋着害人了。金圣叹有句话吗，因其无志性也，就人一定会有一点爱好，这个人什么爱好都没有，劝各位交友要谨慎啊。你看于老师小动物啊，哎，喝酒啊，他一天能赶八个饭局，你人家行我真不行，我也出头我也喝不了，不爱去，但是我爱说相声，没事研究相声，研究语言，研究包袱，走到哪儿看见什么都可乐。从说相声角度出发，这点很重要。说相声人啊，你看这一后台这孩子们都是如此啊，看什么都可乐，看哪儿都觉得是包袱。我们得善于在语言里边找出不一样的东西来。您都不注意，我们得在乎。搁在台上就是表演的节目啊，我就一直记得有一次出去吃饭，那饭馆那服务员，后来我就说，我说这人应该让他说相声。有一回是在北京有一棚录像，到那就挺晚的，赶个啰啰，我说吃点东西吧，别人都吃了就我没吃炸酱面。进门我就说，我说快啊，来不及，那录像等着我了啊啊，吃东西。人服务员很热情，热烈欢迎郭德纲来了。我说你别喊，你招着大伙儿都看是吧，别喊啊，吃什么，我就来一碗面，来点凉菜，好歹哪个快，他就要一碗面。我不够你闹混的啊，面上来了，还什么拍着黄瓜小菜乱七八糟的啊，哎呀赶紧几口就涂了完了。我说得了，我多少钱，我一算有零有整，说我们这一共是49.8块。我说好，哪给你49.8，哎，身上有50块钱，我得了给您这个啊，剩下的不用找了啊，郭先生给2毛钱小费。我气的，你把那2毛钱给我拿回来啊！郭德纲把2毛钱要回去了。你看，这可能对您来说您不会往心里去，对我们来说，这个哎，可乐啊，可乐，我们要从逻辑上方方面面去研究它，提炼出来放到台上就是表演的节目啊。这个刚才人都俩人说的，到我就一个人了。一人也得说，
因为一个人说呢，无外乎大笑话、小笑话，有的事儿是真真假假。那今儿跟您念的这个小故事呢，这发生地儿在哪儿呢？天津小站。有小站来的吗？各位有吗？有啊，好，让他出去来。来，保安给这位朋友请出去啊。小站，小站在天津津南啊。过去说出小站道，好稻米啊，说那个稻米特别的棒。据传说一接锅一层油亮，说那小站道不用就菜就能吃两碗。但是后来自打黄河水过不来呢，这基本就快绝了，就没有了。为什么叫小站呢？这就是火烧望海楼那年，天津教案发生，出了大事了。英国、法国，咱们这几家呢，大军舰都怼在那儿了。怎么办呢？同治皇帝啊，就吩咐赶紧派兵。李鸿章啊，把自己的亲近的兵调来9000人，你说打山西调9000人来，安排在这儿。这陆陆续续就好几年啊，就这点事儿一说。当时在路上弄了好多的驿站。40里地一个大站，10里地一个小站。啊，就这一趟呢，大概是4个大站11个小站。咱现在说天津小站，小站道是从大沽往西去第5个驿站。那个地儿就是现在天津的小站镇。啊，这故事就发生在这儿。你看这说书难就难在这儿，他都得懂。啊，这个故事主人公呢，这家姓高。啊，我刚才问高峰，我说你们家是小站的吗？他说不是，他说搬过来好几年了。嗯，不重要啊，不是住哪儿不重要，说书这块儿您记住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哎，他过来一翻脸，我就说山东德州。你看这个玩儿，一个说书，一说相声，一唱戏，我们这几行其实有点艺术规律是一样的。什么规律呢？就在台上来说，就我们所表演的这些个，不管是唱戏还是说相声，还是说您记住了，有两条：第一条，怎么都不对；第二条，怎么都对。你看，要不说你抬杠就在这儿了吗？要说对，怎么都对；要说不对，怎么都不对。啊，观众认可爱看你，那你怎么都对，对吧？观众不爱看你，你多大的角儿没用。艺术怎么分好与坏啊？专家说了也不算，学者说也不算，演员说也不算，观众说了算不算？您记住了啊，只有您自己说了算。这歌唱的好不好？这戏唱的好不好？这相声好不好？听您自己的，你都不要问你坐旁边那人啊，这边那，你别理他们啊，就说你，你爱听不爱听？你爱这就是好的，你不爱他就不好。这主爱吃炸酱面，那主爱吃蛋糕，这俩能搁一块比吗？那就没劲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认为姓高的这家跟高峰有关系。嗯，当然这故事里边不会出现，不会出现高峰。咱们这主人公叫高山。我告诉你，干这玩意儿，你知道多快乐吗？真的，别说还给钱，不给钱都乐意。对吧？那老大叫高山，啊，加了尼斯再生一个叫高峰，啊，山峰嘛，是不是？这当然，这个故事是在老二出生之前。要不我问他，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你要问他孔圣人，他知道，这才不知道。那，对，就叫高山，爱怎么地怎么地啊，嗯。老头老太太带着个儿子，儿子叫高山，儿子娶个媳妇儿，媳妇儿生一孩子，孩子呢2岁了，家里很宠。在这会儿呢，这媳妇儿呢又怀孕了，等于这抱着一个2岁的，肚子里还揣着一个，就是他们家这基本结构，就这几个人啊，日子都挺好。这家唯一的缺点什么呢？不会说话。那你这就要了命了。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咱们老说话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啊。就这样，你同样一件事情，这主会说话，当当当当连说带比划，就能把你欺负住了。这个不会说，这个整个的事情的结局它就不一样。这家人呢其实挺善良，就是不会说话。早上起来，这婆婆呀带着儿媳妇坐车出去了，坐一驴车。那个年头不像现在出门还打车，没有，一小驴车。哎呀，儿媳妇怀孕了，坐在车棚子里头。老太太呢叼个烟袋坐在跨沿上，旁边坐的车老板，因为什么呢，还有一天就年三十了，娘俩出去买东西，买点过年应用的东西，这儿走了。家里甩了高山跟他爸爸不愉快了，怎么呢，就是因为不会说话。早上起来爷俩干活收拾东西啊，规制，现在还有地呢，种的菜弄的草乱七八糟的，这规制完了就在河边河坡这儿，他爸爸这儿装车，把家里那个没用的草都弄车上，待会儿推到集上卖去。就是一回头，在河边那儿有块石头，石头上这么大个一个鳖，老百姓就说这是王八呀，王八跟那晒干。老头高兴，这太好，儿媳妇怀着孕呢，把这要逮着弄点汤喝，这不是补一补吗，啊，就喊着儿子，你别动啊，我去逮那王八去。儿子不会说话，哎呀呀，逮什么逮，王八比你灵。老头就堵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啊，你看这会儿功夫，这一说话声大点，这王八掉水里跑了，也没逮着。老头就不爱说话了，刹车吧，赶紧把车上的草归着归着，爷俩弄这车。没多远出了村口到集上把这卖了，这车草还不错，卖多少呢，卖了四块钱，四块钱卖完了。他爸爸堵得慌，找地儿吃饭去，喝点酒啊，喝酒，我去炒四个菜烫点酒，心里别扭。旁边就有那饭铺，老头去了，进去都没喊这儿子啊，这儿子呢倒是，我也不饿，你吃吧，我外边等你，在外边等着。老头进这饭铺，炒四个菜烫酒，来一屉蒸饺，往常舍不得这么吃，今天怄气，吃吧，连吃带喝。吃饱多少钱呢，两块钱，给人两块钱结账，擦嘴头子出来，儿子是等着呢，吃完了啊，吃完了，怎么了，我那么灵还不能吃点饭吗？儿子把这茬忘了。哦，好，吃多少钱的，吃两块钱的。老头怄气，吃两块钱的，嚯，你一顿吃了半车草。老头眼泪都快下来了，不要命吗，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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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回车车咣把车就扔这儿了啊。老头吃完了心疼，没这么挥霍过，把这粪筐背过来了，我拾粪去，我拾粪去，我多拾点粪多卖钱啊，往外走。儿子站院里看还纳闷了啊，老头出去了，出这院心里别扭，把筐扔下了，哎呀，毒死我了啊，倚着墙根那儿，什么孩子啊，这不会说话呀，这捋着胡子生闷气。一会儿功夫，高山出来的，站在门口。您不说拾粪去吗？怎么坐这儿捋胡子？你能捋出粪来？老头站起来，啪给他一嘴巴啊！你说的这是人话吗？爷俩矫情起来了。这会儿功夫呢，那娘俩回来了，老太太也一肚子气。老太太不买东西去吗，年下了，儿媳妇坐车里边，老太太坐在跨园这儿抽着这烟袋，这赶车的啊，
一句话不说。老太太好意，聊会儿天啊，怎么样啊？现在活多不多呀？哎，老太太，您别搭理我，我不老会说话的。嗨，你这你是没见我儿子？你还有我儿子不会说话吗？是不是啊？呵呵，没事，随便聊会儿不要紧的。哦哦，好嘞，老太太啊啊，往前赶着驴车。哎，老太太，车里这是谁啊？这是我儿媳妇儿啊。哦，真好啊。哎呀，这少奶奶不错啊，你这不会说话吗？挺好的。好，您儿媳妇怎么这么白呀？老太太就一愣，她也不出门，天天在屋里边捂的呗，捂的就白了呗。赶车想了半天，不对呀，我这屁股在裤子里捂半辈子了，也没白呀。老太太惊坏了，我不能搭理她，这跟我儿子有一拼啊。也不看他，吧嗒吧嗒吧嗒跟着抽烟，这赶车的老太太，您往里边坐啊，往里边坐，往里边坐，怎么还往里边坐？您看您坐着抽烟呢，别回来，这车一杠呢不平，扎了您的嘴也不合适，杵了驴屁股也不合适啊。你给我送回去。娘俩回来了啊，一回来到门口，正看这爷俩在地上都快轱辘起来了，老头气坏了。儿媳妇很懂事，别介，怎么了？哟，公爹，您这是怎么的了？为什么呀？老头气坏了，闺女啊，你就你这个，哎呀，我这个缺德儿子，就他实在是不会说话。你看他刚才说的，一五一十把话说一遍，啊，你看他说这像话吗？儿媳妇给老头出气，您别生气。嘿，我说，哎呦，你看给咱爸气成什么样？你那说的都是人话吗？啊，你个牲口种，我告诉你吧，啊。老太太赶紧过来，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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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嫌不乱呢是怎么着啊？你别跟拆伙了啊，儿子你也是，别犯浑啊！你看你媳妇这不就劝你听，他那是劝我吗？他骂得多难听，我得打他，你不能打他，他怀着你儿子了，他怀着我爸爸也不行啊！哎呀，在这一家，就这点事儿，整整的吵吵到半夜。才算拉倒，嗯，转过天来，这都忙活过年了，腊月二九三十了，这几口人出来进去，谁也不搭理谁，啊，心里都别扭，不会说话吗？谁也不搭理谁，儿媳妇倒还行啊，没事就找茬说啊，哄老头老太太高兴，还算不错，就尽量的别让家里边过年那么尴尬啊。哎，到年三十了，老头呢现在忙活祭祖的事儿，家里边有。祖宗的牌位啊，墙上还得贴点画，就老祖宗那个画，老头就一直跟这屋忙活着啊，弄一梯子，踩梯子上去钉钉子啊，钉完钉子之后呢，把祖宗的牌得搁在上头。老头一上梯子呢，家里有一祖宗板吗？他把祖宗板就夹在腿上，夹在这儿钉钉子，当当当，钉完了他忘了。哎，那货哪儿去了？呵，他说这祖宗板啊，这个玩意儿贼性真不小啊，一眨眼就没了，跑不了，罐里跑不了全王八，知道吗？一低头，嗨，还骑着马找马，搁上面了，再下来把那画都贴好了，墙上就是那一个老头一老太太那个，哎，历代祖先嘛，贴好了，老头看挺高兴，摆水果，摆辣签儿，摆蜜供，啊，这正忙活着呢，儿媳妇抱着那个两个岁的那个大孩子进来了，也为了哄老头高兴啊，快进来，快看看，哟，你看看，看爷爷忙活的多好，哎呦喂，呵，跟老头说，公爹，这个这一墙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这都是。把老头气的，祖宗啊，哟，祖宗是屁股呀！你少说话吧，啊，少说，你看着孩子，哎哎哎，我是看着孩子，这儿摆着什么贡品呢？点心、水果，小孩过去要抓，这儿媳妇就赖着，不，这好，这可不能，这都臭狗屎，不吃不吃，臭狗屎，臭狗屎不能吃，不能吃啊！老头气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啊！
你去弄孩子，去喂孩子去吧，别在这屋待着了。哎，抱出来了啊，上旁边那屋给孩子喂奶，两岁不吃奶了，他宠他，快吃啊，小孩也不饿啊，他这妈，快吃啊，不吃爷爷吃了，老头气的，心说我们家这不像过的这日子啊。好容易把这年算是过完了啊，家里坐了会儿也商量，说这个现如今啊，老头说我瞧不了我儿子在家，我这活啊我也不用他，因为什么呢，看见你就生气，不会说人话，能不能你出去干点什么去，别在家跟我起腻。大伙儿一商量，最后说也是啊，因为也没有多少农活，老头呢体格挺好，一个人足以应付了，实在忙不过来，儿子跟家忙活几天也就差不多了。平时要没事呢，他出去干点别的，挣点钱，还能贴补家用。行，说过完年吧，出了正月，让他出去干点什么去吧。选来选去，选一个合适的工作，干嘛去呢？卖菜。这个卖菜啊，现在当然了，咱们上超市上哪儿就买去了。有那个生活有点质量的，还上郊区包块菜地啊，就那个吃不过来。过去不行，过去都是挑挑。你拿天津来说，北京也好，都是近郊，弄完菜之后拿这个扁担挑着前后的箩筐，摘完了菜之后投进城，甭管是护城河呀还是哪河边，搁在里边烧一烧，把这菜再泡泡水再挑出来，倍儿精神，挑进城一卖。这个就是看你聪明不聪明。过去卖菜有那个坏小子卖菜，一天的收入比大买卖家挣还多，他零啊，过去管这叫菜油子嘛，挑挑也没多少菜，他那个前后的箩筐菜不多啊，专门在胡同里边转悠，找这家的门楼差不多看出来挺整齐挺干净，就觉得日子不错的，围这家转，保不齐一会儿那家这大爷就出来了，买菜的赶紧过去了，您挺好的，其实也不认识，生一口吗？您挺好的，我有日子没看见您了，满面红光，您这是要发财了啊！举拳难打笑脸人，无论谁都是如此。人跟你客气，你能跟人家瞪眼吗？对不对？所以这主呢也得跟他客气，虽说不认识，知道是卖菜的啊，呵，托福托福，还不错啊，生意挺好的吧？这不就客气话吗？生意挺好的吧？哎呀，跟您说大爷，最近不太好。怎么呢？你看有来言有去语。怎么呢？我也不知道我犯什么错了。这些日子您府上老太太大奶奶都没买我菜，我也不知我错在哪儿了，我这心里过意不去。不能吧，我说就是吗，你家里那老太太多疼啊我。那天下雨我挑挑打着过，老太太看见我快进来。还给我倒杯热水壶，好呦，我这心里边热乎都不行了。我说我要是错了，您言语一声，我进去磕头去，是不是？不能吧？你怎么不知道呢？这一直没买我的菜，我以为我错了。嗨，你想多了啊！今儿菜不错呀，就给个节骨眼儿。今儿菜不错呀，啊，是您瞧瞧，哈哈，您看看，还都挺好的啊。有辣椒吗？这就是没话搭个话，有辣椒吗？给您预备了，你就听这话啊，给您预备了，啊，不是给别人的，就给您准备的，不买都不行。打这筐里边拿出俩青椒来，就跟进贡似的啊。这主接过来吧，哦，还不错啊，那能说什么呀？还不错，还挺好的，那是好。您看啊，多少钱？您这，哎呦，您这话您可是抽我嘴巴了，什么钱不钱的啊？这我孝敬您的，你别，你要这样我可不要啊！你该多少钱给多少钱，那俩青椒，你小买卖人天天这么送，你还吃饭不吃饭？是。您疼和我们家确实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也等着那什么了，就指着我这点东西卖出去养家糊口，全家人好几口端起粥碗来得念您了人家的好处啊。行，
你就说多少钱吧啊，这俩青椒。嗨，这还能怎么着，那个这俩青您给您给七毛钱吧。七毛钱。现在可能您觉得这七毛钱不叫多。那年头这七毛钱鸡鸭鱼肉啊，全家人八口人吃一天。啊，您给七毛钱吧。七毛钱，我那天买一立柜三块。好，没您不说明了啊。咱们国家的青椒还没下来呢，这是坐飞机来的啊，国外进口，一般人哪吃得了啊？就是皇宫里边留了四个，还有您这俩。啊，话都憋到这儿了，说我不要，这脸难受。好，掏一块钱。找钱，这钱要是找出去都不算能耐。哎呦，好家伙，这么大票，刚开张，身上也没有零钱给您，出去换去吧，也挺老远的。这样吧，啊，韭菜可不错，您来点韭菜回家吃，好不好啊？一根儿，两根儿，三根儿，大爷您得着，一块钱，俩青椒，三根韭菜，大爷拖着啊。转身回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这腿进了院儿，恨得很啊，这不让人玩了吗？憋着回头说句便宜话，就这一回头，卖菜的等着了，黄瓜您还要吗？转身走了，你看也不累，你他这前后筐能有多少菜？他卖这一天比批发那还多呢，这是菜油子。但是换这个高峰他大哥呢？越说越实在了，换这个高山呢就差着了。你想他不会说话呀，跳跳啊，倒是也知道进城，哎，胡同里边来回溜达，你溜达溜达就停那儿吧，他没有啊，好家伙，跑上了胡同里边，唰唰唰唰唰唰唰，菜卖的不怎么样，落一好体格啊，一会儿换换肩，他也知道累啊，最后实在是累了。搁在这儿了，哎呀，哎呀，这胡同没好人，嗯，这胡同这都不是正常人，没人出来买菜，废话，谁知你干嘛的呀？是不是？哎，赶巧了，这儿门一开，出来一位，来大嫂子，也是孕妇，挺着大肚子，出来了，卖菜的，哟，哦哟，这不怕死的啊！哎，在这儿呢，过来啊！人大肚子站在门口这儿，你过来呀、啊！他告诉人家：“你过来吧，你没看我跑一上午了吗？”不是，你过来，我买菜。你废话，可不买菜呗，是吧？你买鞋上我这儿来。你这，哎呀呵，这大嫂子也脾气好啊，挺着肚走过来了啊。有青椒吗？有啊，哦，好好好，我瞧瞧，我瞧瞧，哎呀，多麻烦，还得瞧，吃点别的不好吗？看看，这褒贬是买主，喝彩是闲人。人孕妇这看看，哦，倒是还行，个头什么还挺好的，辣不辣呀？那天买那个不辣，不好吃，你放心，特别辣。不是，你看你这人说话，那天我们买辣椒他也说辣，结果呢回来不好吃啊，不辣。你哎呀，你我跟你说啊，我识的人啊，你踏实住了，特别辣，这么说能把你肚子里的孩子辣死。你大爷的，拿辣椒扔他脸上，那还不打他呀，对吧？吵起来了，人家家婆婆在家呢。老太太说：“怎么的了？怎么了？怎么了？儿媳妇，你别着急，你挺大肚子，你别跟他吵，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他说不会说人的话，他说辣椒把孩子能辣死啊！老太太气，你怎么这样说话？你这孩子啊，哪有你那么说话的？不是不是，老太太不是他，你看我不是诚心的，我是好意，我就说辣椒辣，我不是那个人，我跟您这么说啊，我骗你，我是你儿子，哎哎，这是我儿媳妇，你说你是我儿子。”你跑这儿占便宜来了，娘俩上去打他去，叮咣五四打一顿，走走走走走，
以后别上这胡同来了。条条往外走，一边走边还哭呢，太委屈了，哎，欺负老实人你们啊！拐过弯去没多远，这边有一尼姑庵，俩小尼姑在门口拿笤正扫地呢，啊，拿着笤拿簸箕扫地，他哭着来了，啊，没好人，搁在这儿，俩尼姑就看见了，怕他跟这儿摘菜，过去卖菜的有这个，这会儿也没有生意，搁这儿摘干净了啊，上别处卖去。人的意思，你要跟这儿摘完菜，菜叶扔这儿呢，我们俩还得扫。哎，你别跟这儿摘菜啊，我们这刚扫干净了啊，这拿着笤帚拿着簸箕呢啊，你别这儿啊。他擦擦眼泪，我跟你这么说，大哥，俩尼姑他叫大哥，大哥不怨我，他们欺负人。谁欺负你了呀？啊，那个刚才卖菜去出来俩缺德老娘们儿，嗯，这俩尼姑就不爱听啊，什么话呀，出来俩缺德老娘们儿啊。啊，怎么了？我卖辣椒，我说能把孩子辣死，他骂我啊！我说我不对，我是你儿子，他们也不承认。你说这事闹的，这俩尼姑就劝你，没有你那么说话的啊！你说哪句话人家爱听？你这出来做买卖，你那嘴里得干净点啊！啊，你这别怪人家说你啊！不是啊，我其实我也想，就怨我，我不该今儿出来。我昨天做梦就不好，梦见什么了？我昨儿做梦梦见姑子了，知道吗？梦见姑子，梦见人都说梦见姑子不好，梦见老姑子还凑合，就怕梦见小姑子啊，那就坏了。这俩人拿笤帚过来，乒光五四打一顿，啊，你捅人家骂街吗？哇，就哭了，跳跳就跑，转过胡同口去，打这边拐过一和尚来啊，哎呦呦，弥陀佛，弥陀佛。这施主怎么哭成这样了？我今儿我跟你说倒了霉了，我今儿不该出来啊！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又说一遍啊！他们在那儿，他们俩还拿笤帚打我，你给我委屈不委屈？和尚乐了，没有你那儿说话的，你同着人家，你说梦见尼姑不好，人他俩人就是尼姑啊，那俩是尼姑啊，你是欠打，知道吗？你是欠打。你要听我的，赶紧过去啊！找那俩尼姑跟人道歉去啊！啊，要不以后这门口你买菜你来不了。我还是道歉去，道歉我过来喊什么？你喊大姑啊！喊大姑，你说你错了。哎哎哎哎哎哎！条条回来了，俩小尼姑还跟门口扫地呢。他过来了，我错了，我错了啊！大姑，我错了，我改了，你原谅我吧。哎，俩尼姑挺高兴，会说话啊！你怎么知道改了？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叫大姑呢？别人告诉我的，谁告诉你的？那大姑父说的。这人叫高山啊。我看你高峰倒是在了哈。高老师，快来快来快来。他哥哥呀是哎呀，哎呀，好玩不好玩？太棒了！哎，罢了啊。这个说相声的有一人说的，有俩人说的，没错。啊，还有一帮人一块说的，那是群口。哎，这些日子把高老师累坏了。哎，您客气啊。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聋子科的学员一直是在这儿上课。哎，对。那招了好几百人，本来应该从五六月份开始上课。嗯。结果呢，就磨蹭到八月份。八月九号，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嗯，之前我们定的是在北京上课，我们的培训基地呢在北京顺义，没错，哎，挺大的屋子，什么都有，哎，一切都预备好了，但是由于疫情，这不可抗力，那是包括这学员哪儿都有，山南的海北的，最后没办法，我们就选的天津和北京的，一部分，他能出来的这一百多人，就聚在天津德云社。几乎是每天上课，还真是这样啊！我有功夫呢，我来。我们平时呢，基本上就高老师在这儿。嗯，高老师跟孩子在一块儿，这得谢谢高老师。哎呦，您可别这么说，他太辛苦了。就是关键是因为他爱相声。哎，这倒是。跟孩子们一块儿背，跟他们一块儿对词儿，一块儿弄一块儿这个那。孩子们跟我说了，就怎么谢高老师？我说你们也不用谢啊，你们不来他也这么背。我白费劲了，他太爱背这个了啊！那倒是啊，喜欢相声，应该的。明天
明天下午后天下午这两天，嗯，龙子科的第一批学员要在天津德云社小剧场里边开始实习了，哎，就上台了，就是明天和后天两天下午。对，有人买着票了吗？有吗？你看还真有、哦、还真有哈、啊、谢谢各位施主啊。啊，合着说多了似的。小孩们演呢肯定不会多好，学员嘛，哎，您各位也知道，但是给他们打造上台的机会。对，最后呢每天的这个团底的节目都是高峰老师。哎，我也参加啊、嗯、这个高龙峰呢这次在。哎，等会儿，我还是那大师哥，您看看头一个名儿归我了，好不好？不好啊。那你叫高山，好吧、哎、好嘛，那是我哥哥，你先卖菜去，好不好、哎、啊，反正明天下午后天下午就开始了、哎、啊，欢迎您来。这个这学相声，你在台下学八年也不如上台来一回，还得实践。哎，您各位有时间你来、嗯、来不用看，哎呦这个背的真好，那个唱的多好，那个没意思啊、嗯、你就看谁不灵。哎，谁不灵、哎、就看他站台上哆嗦了，呵，那汗哗啦哗啦的，嗯，一嘴的嘴呀、啊、呵，上台胡说八道，哎呀，这个是最快乐的事情。对，看心眼好，因为也就这一段时间、嗯、他慢慢的有经验了，你让他那样他也不那样了，就没嘛劲了，再有知名度了他更爱惜自己了、嗯、啊，你让他在台上这腿抖楞啊，脸出汗，他都控制了，就是，所以说要瞧稀罕儿，就是这几天啊。对，请大家一定要珍惜这龙子科这个时刻。哎，好，这是个乐啊。对，当然说归说，斗归斗，也希望各位多捧我们的孩子们。没错啊，多支持，就像当年捧郭德纲、捧高峰似的。嗯，是不是啊？高老师现在已经很好了。哎呦呵，您夸奖，真的啊，这个。嗯，我一见高老师我就老想起来，有时候商演演出，一个他一个于谦，我们仨站台上随便说说的那个状态啊。对，他在这个位置。对呀，呵、嗯、那个于谦老师下猪了你知道吗？不是，于老师下猪了。我、哦、在你来之前我上台先说的这件戏事儿。哦，你可能没注意。清楚啊。没注意啊。下猪了。哎，他家里那个大猪下了小猪。哦，嗨，我以为他亲自下。这您外行了，这月份不对。哦，对，好，还挑月份。哎呀，等回北京咱们上于老师那儿串个门去。哎，一块说说去。很好很好啊。于老师是我们这行里边的最有趣的一个人。当然了。结交面也广。对。真的啊，我没见过这么爱交朋友的人。认识人多。三教九流，五行八缩。嗯。哎，无论你说得出来什么行业的。哎，什么男的女的各种品种的他家里都有。你看看，你看你不服不行啊，人都有相好的，对不对啊？您给详细说一说。就是关系不错的朋友啊，跟我想的不一样。您想的是、嗯、关系不错的朋友、哦、这不是一样吗？于老师多好啊。当然了，我记得今天夏天那会儿没演出啊，我上那儿去，一进门吓我一跳。是，好，作为和尚，作为老道，作为喇嘛，嗯，他妈开会呢，这好家伙，他就全了，屋里什么都有。嗯，上来出去玩去。呵，那北京有一红螺寺，你们知道吧？啊，在北边，在怀柔那儿啊。对，这几个人出家人带他，要带他出去超度去啊，超度。仨人正商量呢，带着有点咱们得走、嗯，到那儿雇一小船，山根底下顺着水就下去。呵，我这直害怕。我说你问好是超度，是带你放生去、嗯？给他放了。他们仨给你到那儿念段经，夸给你推走了去。嗯、说相声怎么办呢？是不是、哎？就是啊，哎，谦儿挺高兴的。嗯，哎，就是玩一玩，哎，旅游一玩。我说我跟你们去。嗯，我不放心呢。对呀、啊，对不对？走。去年八月十二号十几，我忘了。嗯，大十几号，我们就去了。他家有大车，于老师家大车。嗯，哎，高峰叼着烟袋就曾经坐过那个车，跨园上、嗯。你不知道这个吧？什么呀？这是刚才我说你没在啊？不是。我净听后头啊、哦，那不重要，那都过去了啊、哦。我们就到了怀柔了，到怀柔了啊。有一只小船啊，哎，小船，小船，英文怎么说？小船叫 boat， 哎，嗯，小船叫 box，box，box 是什么 ？box 是盒子，不是啊？哎，对，小船叫 box 啊 ，boat，boat 啊，哎，一上船啊，我其实我要道歉，怎么？因为我上船之后，我对这三位有点意见。哎呦，这喇嘛，这和尚，这老道。啊，他们怎么了？我老觉得他仨是害于谦儿来的，哦，还是给他放生是吧？那、啊、不是，但于老师那个态度，咱又不能说人家是朋友啊。对呀、啊，对不对？我就老怕谦儿上他们仨的当。嗯，啊，这小船在那水面上啊，走着走着，快到岸边了。怎么样呢？还差着有
从那棵绿植啊，大概到这音箱这儿吧。哦，船在这儿啊，五六米。船在这儿 船在这儿，岸边就是那儿。哦，没多远了啊。然后和尚站起来了。嗯啊，谦儿，跟我来。嗯，和尚一撩衣裳啊，是就打在水面上，啪啪啪，哇，蜻蜓点水，你瞧，上岸了。这是功夫，我是真傻了。嗯，我没想到，我还想说点便宜话了。是，到岸上，你瞧，老道站起来了啊，一撩衣裳，哒哒哒哒，嚯，上岸了，都有这手。对呀、啊，就这三位吧，和尚、老道、喇嘛，每人都是踩着水瓶，啪啪啪啪，走了。我愣了，轻功啊，这是。谦儿站起来了，嗯，你不要轻易的瞎想，嗯，知道吗？天下是有高人的。对。今天就让你开个眼界，这都看见了。谦儿一撩衣裳啊，咚咚咚，好，这咚一下还不行，水就到这儿了，啊，把我吓坏了。嗯，我也不游泳，我就赶紧就往前救活着，终于来着了啊，来着他，他吊着船帮，喝水了。岸上那三位大师，嗯，好看着表情，仨人挺尴尬的。嗯，谦儿，对不起啊，嗯。忘了跟你说了，是踩那几块石头啊，还好嘛啊，没看见这位。你看这玩意儿，没想到我后来我就知道，灭高人有罪。什么高人呢？啊，等咱回去啊，嗯，看看于老师和他的猪。对对，咱瞧瞧他们去吧，好不好？看那娘几个。哎，嗯。哎呀，我爱跟高老师聊天，我也愿意跟您聊。咱们最好照着词儿说。哪有词儿啊，这玩意儿。这竟是您的徒弟哈。哎，有几个。行，都过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聊会儿天来，快都上来了，来吧来吧。哎，刚才就算一段啊，给大家拿两百，该打钱了。哎，快来、来来，少爷们、快来、快来。哎，好家伙，这都是高家门的徒弟，就是啊，好几位呢。哎，太棒了。哎，好，那边戴帽子那不上来哈，那不是戴帽子，那是老前辈，那是。哎，头一个这叫王善勇啊，四个字的名字。哎，怎么还四个字的名字？王善勇啊，那不仨字吗？哎呀，啊呀，有哦，行。善勇呢，这评书是我的徒弟。对，哎，相声人家是杨子春先生的师傅，杨先生、哎、师傅，徒弟啊。怎么练？怎么练、啊？不是，他是杨子春老师的。徒弟对，在扬子江啊，春天扬子江不是啊，扬子鳄哎，不是不是，扬子鳄了啊，行了，咱聊点别的吧，好吧？哎，扬子春先生，哎，善勇很好啊。对，我之前他很小的时候在学校，我那会上学校挑学生，我就喜欢他，没错。哎，后来是好多老师拦着，没让他跟我走啊。哦，这一晃好几十年了，终于带回来了。哎，在德云社退休啊。嗯，道路是曲折的，那错不了。哎，咱一人介绍俩啊，一人介绍俩。旁边这胖子啊，这认识吧？好家伙，是吧？主任，这杨主任杨鹤通，杨鹤通，哎，可能站在这台上不显，站在门口台阶上势力可大了。嗯，横极了，一天到晚。对对对对，不是来，该您介绍了。我介绍啊，哎，这小眼镜，这是我的徒弟，对，叫李浩洋。好嘞，大家多鼓励啊。李浩洋行几来着？李浩洋老五啊，说书说的好极了，好极了啊！有机会让他跟您学学啊，没机会，没机会，没机会。你徒弟我干嘛教他、啊？我已经尽力了啊，就说是呢啊。来，大郎，哎，这是我的大弟子，叫郎浩辰、啊，大家都认识。啊、大郎不错，最近京韵大鼓唱的也好，哎，那板儿也好，是是，说相声说的也好，这是高老板的爱徒，爱徒，哎，太棒了啊！嗯。来，这都您徒弟，嗯，你不一人俩吗？啊，一人俩啊。好、哦，这还一个，来来，这是我的老四啊。把您的介绍了，哎，谢谢王浩月给大伙鞠躬，哎，谢谢朋友们。这个爱唱快板、啊、唱快板唱的不错，只要是沾能打响的东西，对，七块板、八块板，各式各样的，加上茶碗什么的，没问题。只要你给他能击节而歌的东西，他全能唱。他父亲脸都肿了，我的天哪！嗯，好家伙，在家练呢啊，击节而歌嘛。嗯，行嘞，好，来，哎，这行了。这是这个我的徒孙了，这是接辈人，哎，错不了啊。嗯，他叫侯小楼。嗯，这么大就来，对，在后台老拿这么大一杯子。嗯，我记得特别小那会儿啊，天天抱一杯水跟后台喝。是是，啊、你看也不吃饭，人那么胖，光喝水。哎，你看，生活幸福。对，来这大高个、高小贝。小贝跟小楼，这是栾云平的徒弟。哎哎，栾云平徒弟啊，来往前来，张九林。嗯。
他是天津此地的这产物啊，哎，好，当地人爱看京剧啊，这得隆重介绍一下了啊，这我徒弟啊，相声人家是魏先生徒弟啊，评书是我徒弟高玉凯啊，高玉凯先生写过一个这个半夜鸡叫啊，哦，高玉宝啊，高，他全想起来了，就是这个知识储备量有得有多高是吧？说的就是太好了，大凯，大凯过来，哎，那没来那几个。来过来来来都来过来来来来来、哎、都来都来快来哎哎往南别上来这来来我徒弟啊那、这个这刘贺安啊刘贺安阿基啊嗯鸡后对我说给他搁的笼子科叫鸡笼子好吧鸡笼嗨鸡后五啊啊啊来这是他也在这来过来来来来来、啊、我没看见他啊这是我一徒弟啊张九池啊嗯大学毕业了吗快了是吧？好嘞，毕业之后没饭就回来说相声了啊，还得没饭。来、啊、来、哎、来，那闺女也上来。对对，这我评书的徒弟啊，四凤。嗯，对，那个烧锅炉那老李，快来。就别都叫着了，不叫哈，说不下了。啊、哦，好好，嗯，行嘞，那个来吧，谁能唱一个给大伙儿？哦，展示展示。大郎，快来，大郎会唱。多好呀！唱我给大伙儿。拿你的板儿就是。唱一个什么呀？这一半随便。是。好唱得好、哎、你看了吗对对对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这样没羞没臊的唱一段京剧吧好京剧来、桑园会吧好哎无愁嘞矿一贼嘞矿秋红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马蹄也忙坐立在吊鞍有目望见一大嫂手盘丧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本当心要安啊前将妻还且慢呢正正把那杠浪起来杠浪起来杠错认了命的女罪非常、嗯不错，不错，就是我那意思。哎，哎，来，快来，唱板呢，快来，毛竹来了，来，来吧，来，来一个吧。刚夸完你啊，哎呀，真是谢谢朋友们啊，因为什么呢？你谢他们干嘛？不往你唱的吗？哎呀，我真是太兴奋了，太激动了啊！因为什么呢？我也有这个天津人民的这个血液，因为我的妈妈就是天津人啊，好不好，朋友们？哎。都跟我学的这套都是嘿这个好办法呀好主意儿一人一个洗脸盆他们接水盆啊送空盆这个来回传递洗脸盆这洗脸盆是宝贝盆可它能洗菜呀能淘米儿架起火来能煮饭炒出菜来香喷喷渴了用它烧开水这个放在地上的是个摆身能当锣呀能当鼓它是一个万能盆今天用它来取水洗脸盆变成抽水机了谢谢自带效果哎哎好好好恢复的不错啊挺好哎好挺好多好山勇来表演一个来吧王山勇骂都行啊快来、哎、我也唱两句京剧行吗可以我都没唱过 太棒了好像拿不做实验今儿来着了那叫什么来着将将将将杠起杠起请唱唱朵罗德朗完了张不开嘴了老将对吧不是那个凤王只一刀擒那棒登山涉水一马蹄呀忙耳听得金鼓咚咚震天那响不觉来到了秦国边疆看关口进去招战刀枪名有良儿郎国国称号阿强打要打败我就往内闯啊啊好真不错只要敢唱就行是吧、哎、啊大通来一个来通通快来给他们开个会也是好的、哎、乐这么骂玩意儿呢大凯来一个啊来哎来一个哎真是闲着闲着就是嗓子没那么好我就别唱戏了我们听听多不好别托付了我唱几句歌吧好可以、嗯、
虽未解金兰，此生皆有缘。我们如得云，情谊比桃源。德刚是夫，世无双。云和九霄美名扬。还有造型，你看，那配合他呀啊！哎，入桃源嘛。来，小贝来，都是把兄弟，快来。我见着嘞，全才都。好啊，这是传统相声，他唱的是昆曲，这是对，小龙捧的臭豆腐酱豆腐，对对对，俩一摊这是啊，张九池，过来，哎，我听八九十，我听，对，说，展示一个，孟三一坤孟哈，怎么了这是？就记着六十以后再让他来啊，哎，好，啊，刚说毕业就来了，那是六十以后毕业，刘火安。快来，这是孟谁孟谁康，上下句儿这是。他走了吗？嗯，就没上来，嗯，没来得及拿家伙弄他啊。阿基快来，阿基可是我们这人才啊。对对，这些年没少得罪人，你知道吗？哦，呵，耿直，看看，希望在观众里面能交一朋友，因为后台是没人说的好了。快来，我给大家画一画吧。我的天爷，啊，没地儿给您弄去，唱一个京剧吧。可以。我这嗓子不行，唱一个齐派的吧。好，好吧。打严嵩啊，来。啊，谢谢几位小姐无知的笑声。都这种尺寸，嗯。忽听万岁唤一声，在朝房来了我包国臣。那一日带从带斋行，偶遇着小小顽童。防备身，我问那万童。行，唱的不错，可以了，哎，去吧，去吧，去吧啊，去吧。张九龄，好好唱多好。哎，这张九龄会唱，对，他也喜欢唱啊，长多漂亮。来来来，来两句，来两句。您想听什么吧？我什么也不想听。哦，那是，我是不想听啊啊！来个叫小帆好不好？好，太好了啊！是不是抢您饭了？哎呀，好，快来吧，孩子，穿着浴巾就来了。我们家有这么一毛巾被。以前公职到林间，备有本宫洗心间，站立宫阿门。那么清朝。好，好，可以了，好，回去吧。好，哎，好，真不错，翻得够高的。来，四凤来，快来，哎，四凤会什么？多冷啊，这孩子。那是，台上凉，嗯。唱的也凉。来来。哎嗨，好，唱这个扎米案。好，驸马爷先前看端详，赏写着秦香莲塔三十二岁那状告当朝，驸马冷的欺君王的苗皇上的悔婚男儿，赵东闯的杀妻灭死两心丧的必死汉妻，在庙堂将庄之压置在了某的大堂上。好。要平了牙，管你为哪桩？哎，主要是喜庆，你知道吗？嗯，唱的好坏搁一边啊。哎，不错。行，天不早了，快去吧，那座儿一会儿丢了。哎，确实挺好的。那是，来眼镜过来啊，就差你了。他会长篇的评书，回去吧。好了，没有时间，快来，来个短的，我们展示一下。我来个短的，我就说个什么字啊？好，来个字儿。好好，来个一个句的字儿啊。啊，一个句的字儿。来。咱说个冈山吧，你不用跟我说，我这得问硬了啊。没事啊，这个瓦岗山，这个，哎，行，就这样吧。瓦岗山都说错了哈，啊，来来，瓦岗山，瓦岗山，嗯，哎，瓦岗山，哎，瓦下来了，嗯。三声号炮，冲出来五匹马，五匹战马列好，为首正当中一位，身背后四杆任标旗。说自幼生长在绿林，杀人如麻血染裙，性善名通自雄心，赤发灵官天下闻。多好，这都是您教的吧？哎，确实不错。行，唱得挺好，您喜欢就好，是吧？哎，来来来，都往前站，往前站，都是好样的。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哎哎哎哎哎哎！一心赶
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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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过三里桃花店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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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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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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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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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今天演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光临，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每个热爱正在热播。